好，在这里问候现场的各位朋友，午安，大家好。这样的声音对吗？有那么冷吗？你们的心比天气还要冷呢。再一次好不好？现场的各位朋友，午安，大家好。掌声在哪里？尖叫声在哪里？你们太棒了。好，谢谢，我不要闭了。好了，刚刚那个主持人呢、啊，讲说，现场各位朋友，双手都要借给我哦，不然会冷到冻伤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动起来，双手要举高哦。后面的，如果你要来，可以进来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后面的，或是一些走过去的，都可以一起来。你们有备胎吗？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，要一起唱好大声哦，我要听看哪里最大声。高山青，来这边，天水蓝，什么妹？谢谢，还要再听吗？还要哦，要唱什么？
Thank you.
站好了吗？好，有没有人看得出来这是哪一组的？有的举手。哎，不知道是谁？哪一组？啊？表演团体，然后再开放一些福利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午安。哎，是好的，那这位请回，谢谢。这种音量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今天，哎，谢谢，我们今天重金礼聘，请来了台湾最优秀的原名舞蹈团体，以及呢，全台湾最优秀的观众朋友，是不是？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你今天挑对了，为什么？而且我们今天花博很有幸，我们今天请来了台中最知名的主持人，哎，就是我，哎，就是小弟我，哎。各位台中市民应该看我看得很腻了，哎，小弟叫亚瑟，哎，曾经带主持过基隆海洋音乐季，几眼揉下眼睛看一下镜子，哎，德华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没有看错，原来是我本人啊，所以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把全台湾优秀的主持人表演团队跟观众请来这里了，那不在话下，而且公告一下，这个我等一下要进这个团体啊，他们档期很满，而且他们都是学生，所以你今天又来了。啊，真的是有赚到，因为他们只来这个连假五六日，因为他们平日没办法来，因为他们要上课，他们用自己上课的时间呢，哦，来为各位表演，那我觉得很，而且他们年纪都很轻，我就是台湾年轻人最应该让他们学习的地方，从哪里来，你就要回归哪里，这是很多年轻人都忘记了，所以做人千万不要忘本。等一下他们会将他们的生活态度用舞蹈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对，然后还是要问一下。对啊，我是原住民，我本身是台湾族的牡丹高氏部落。对，不要告诉我白，我是原住民哈，我有化妆。好的，那问一下，你会来自外县市的，举个手，那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三。那位白色帽子的姐姐，十六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请问哪十六组？来，讲五组就好了。哎，台湾太阳、阿美、卢凯，还有一组，周组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送你小糖果，花博限定啊！不要晚上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没有小米酒，酒色不会过。好，然后来问一下，这个问题比较难，送好一点的。最后一个被证明的是哪一组？有人知道吗？最后一个证明，第十六组，请问是哪一组？很喜欢互动，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他们走下去邀请你们上来跳舞，就两个规则，只 only two 哦。第一个规则是他手给你，你手给他，然后人跟着上来，这个 OK， 这个成立。第二个规则是他手给你，你手给他，你有本事你人就留在座位上，哦，就这两个规则哈，就这样子啊。今天没跟我互动的，到那个门口刷那个跳舞过。哎，你现在今天看到这么多人，两没洗澡了，他坚持不跟我们互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如果你想在这边过一夜的话，就不要上来。啊，如果你今天想顺利离开，那就跟我们上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 Lumi 是最热天而且最幽默的一组，好不好？而且如果你没有去过丰年祭的，或是重大的庆典，今天让你免费体验，因为你平常去一些部落，你还是要付钱的。OK， 那就准备要欢迎他们喽。那我们掌声欢迎原曲文化艺术团。上点点，往上。
累了吧？等一下要跑快一点好不好？跳起来，双手拍手。来，右边走。掌声鼓励。